一针扎下去，这只狗在20多天的时间长了20斤，相当于一天接近长1斤。原因就是这只狗原来是非常挑食的，但是打针之后发现挑食的毛病彻底改善了，每天都要吃很多斤的狗粮下去，体重增长的那也是非常快。有很多网友好奇究竟是打的什么，这样吧，咱们先给它打完针，稍后再告诉大家它究竟是打的什么针。这只狗打针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配合的，你看一动也不动啊。OK， 好狗好狗好狗，别激动别激动啊，坐好，别激动。这是一只高狼犬，它目前的体重是120斤，估计再长个10斤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它从小到大都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有点挑食，任何的食物吃的都不是非常多。导致的问题就是它已经有1岁了，肩高是很高，肩高有80公分，但是体重比较轻，前段时间才有区区100斤。我给它打的就是复合维生素 B 啊，复合维生素 B， 但是这种东西不是对所有狗的有效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去咨询一下当地的兽医，然后再做处理。总的来说，这只狗打完之后效果是非常好，挑食的毛病是彻底解决了。